你是他粉丝啊？对啊，长得帅又可爱，肤浅，而且身材也很好，幼稚，性格也不错。你该去挂眼科了。乔乔啊，最喜欢吃葡萄。我懂，我懂。大恩不言谢。来，乔乔，哎，这是我方圆三里里面给你买来最甜的葡萄。 你赶紧吃，你不知道我们家乔乔最不爱吃的就是葡萄吗？不过呢，不能浪费，我去帮忙解决了哈。还挺甜，来一个吗？我的武器吗？我想砍人。 刚刚看你头脑发热，要跟那么多人打，带你来冷静冷静。大神，我严重怀疑你在撩我。